小九人呢？哎，小太下，小太下。小九，啊，后面。哦，一兴奋尾巴就给露出来了。也不知魔族哪个魔头家的小姐，当时很有盛名，行事颇放荡，看中那个男子，当夜即同对方一笑冤梦。这位小姐自见了东华，便害上相思。尊座半夜归家，可让妾身等得好苦啊！没想到尊座如此心急。丢出去了，啊！丢出去好，丢出去好。那位魔族小姐仍然不死心，扎扎实实被丢出去好几回。这件事儿啊，慢慢传开了，许多魔族女子便觉得，虽然注定要被东华丢出去，但听说他都是温文尔雅的把女孩子从床上抱起来，轻轻抱到门口，再温柔的给丢出去。既然这样，能在他怀里躺上一时片刻，也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享受。能够被帝君抱在怀里，那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？从此以后啊，更多魔族小姐前仆后继，她们总有办法解开东华帝君设下的结界。东华就懒得再设结界了，在每夜入睡前，把美女从他房里丢出去，当做一种修行。就这么过了几年，有一天，帝君，你就收下我做徒弟，让我跟在你身边吧。啊，哎，哎呀，帝君！哎呀，所以啊，后来父神到碧海苍灵延妖东华的时候，东华二话不说就跟着父神走了。这就是后世东华帝君选择神族摒弃魔族的传说的真相。可惜啊，神族的女子相比魔族虽然较为规矩，但东华为了清闲，还是不得不避入了太成宫。嗯，那东华帝君他既不喜欢女孩子，又不喜欢男孩子，那他喜欢什么呀？好问题。我揣测他喜欢的是那种毛茸茸然后油亮亮的。他喜欢猴子？毛茸茸油亮亮的不一定是猴子吧。我是看他前后三头坐骑都是圆毛，所以揣测他更重于圆毛一些。嗯，那我也是圆毛的。你觉得他会喜欢我吗？随口问问，随口一问。他应该更喜欢威猛一些的，他前后三头坐骑都是什么狮子、老虎。我威不威猛啊？啊，竟有此事！是啊。我也听说了，据说是帝君对此女子一见倾心，二见许心，才不惜与魔族一战，也要维护她。传得这么有板有眼的，听谁说的？连宋殿下。连宋的话都信？信啊！信啊！怎么能不信？当然信了。徐帝君呢？说得好，在上，是个女子，说出来我都不信。女子，神仙呐！哎，折颜上神，你就帮帮我吧。若是让我的爹娘知道我不惜自降身份要去九重天做仙娥的话，那他们定会打死我的。万一让爷爷知道了，那他肯定觉得我在给青丘丢人。折颜上神，你就帮帮青丘，帮帮我吧。你都知道大家会生气，仍然要去？嗯，我一定要去。爷爷跟我说过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
更何况是这种救人之大恩。我身为青丘帝姬，绝对不能丢青丘的颜面，这是我凤九的为人处事之道。好，你这忙我帮。你这么乖巧伶俐，厨艺又好，东华就算是个老冰块，一定也抵不过你的乖巧伶俐，更抵不过你的厨艺。你就放心的去吧，我跟你小叔啊，做你的后盾。九天神女，谁没爱慕过东华帝君？帝君人冷心冷，你说小九此去是福是祸？是福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你我就无需如此操心了。哎，这不是我让小九带给我二哥的簪子吗？怎么会在你这儿？嘿，我做的发簪几乎都被你给收了。你要那么多，你又不带，你有什么用啊？这个老凤凰。你要向帝君报恩？嗯。九重天相传，帝君英雄救美的事竟然是真的。此次可是救命之恩呢，我们青丘一定是有恩必报的。所以，要不我作为一个仙娥，在帝君身边伺候他如何？这怎么行？那太荒唐了。那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呀。那不然司命，你说说我该如何帮到帝君，或者说他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？以帝君老人家的身份，也确实不需要谁再为他做什么了，这不就得了？可你是青丘未来的女君，这么做有失身份。这又何难？我只要不让人发现我是谁就好了嘛。哎呀，你就帮我扮作小仙娥混进太成宫吧。再说折颜上神他都答应我了，你看我额间的凤羽花都被他隐去了。我怎么觉着你是早就安排妥当，就等着诓我入局了呢？哎呀，那你到底是帮不帮我吗？就连折颜上神都帮我了，你还是不是我的好朋友？是好朋友，你就别这么逼我。哎呦，好司命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你只要让我扮作小仙娥进入太成宫便好了。如果说就连你这个掌管人事命运的司命星君都不帮我，那谁还会帮我这只可怜弱小又无助的小狐狸？此事非同小可，你让我再想想。哎呀，司命星君，你也知道我将来是要做青丘女君的人，如果让我爹爹和娘亲知道我曾知恩未报的话，我会是什么下场吗？什么下场啊？我会无颜面对我的狐狐孙孙，更别说要引领他们在青丘幸福的生活了。只能被逐出青丘，四处漂泊。司命星君，你忍心看到我这个样子吗？青丘最小最可爱的帝姬变成前无古神的小苦苦。司命星君啊，我再好好查查青丘的律例，看看是否还……好，我答应你，那你也答应我，只管报恩，其他的闲事莫要去管啊。嗯，谢谢司命星君成全。成功了。我是担心你一腔热情付诸东流啊。小天下，你记住啊，只为报恩，千万千万不要暴露了你青丘帝姬的身份。放心吧，做小仙娥就是要懂得忍耐嘛，一切都是为了报恩。我也不求你忍耐，别惹出什么大麻烦。哎，知道了。小九，来啦！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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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九人呢？哎，小天下，小天下，小九，啊，后面。哦，一兴奋尾巴就给露出来了。你这太兴奋了，容易暴露。你回来吧，跟我走。不行，来都来了，我才不回去呢，毁这玩意儿。小心点。